全家福。全家福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。第二排是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他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我希望他们身体健康。这是我的爸爸，他又高大又强壮。爸爸越来越忙，不过他总会抽空给我讲故事。这是我的妈妈，她又漂亮又能干，做的菜特别好吃。爸爸的哥哥叫伯伯，爸爸的弟弟叫叔叔，爸爸的姐妹叫姑姑，妈妈的兄弟叫舅舅，妈妈的姐妹叫阿姨。我也有我的兄弟姐妹，我们都喜欢捉迷藏。差点忘了，米花也是我家重要的一员，它是一只又聪明又活泼的小猫咪。